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会永远的陷入沉睡，再也醒不过来。从现在这个数据来看，这个人应该是恩童。宋总，热搜的事情仍然在持续发酵。刚才，说，刚才以徐董为首的董事会成员一致要求，陆恩童离开公司。可以啊，反正迟早也要离开公司的。去查，谁拍的照片？好的。这几次睡眠的感觉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。是的，这是你们两个最近的检测报告。你们现在已经明显从短期接触睡眠期转化到了接触睡眠期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你们现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嗜睡症状，尤其是昨天，褪黑素数值达到了目前的最高值。所以您的意思是，我们从失眠转变为嗜睡？没错，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，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会永远的陷入沉睡，再也醒不过来。从现在这个数据来看，这个人应该是恩童。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你。李博士，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们目前并没有应对的措施，而且你们的状态曲线不断的在发生变化，只怕你们接触的越多，两个人就都会出现昏迷不醒的状态。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接触，然后抓紧时间想想应对的策略。不早了，休息吧。今晚你睡卧室，我睡客房。为什么呀？不在一起怎么睡得着啊？好，去睡觉。